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去哪里呢？来，从这边上山。漂亮的树根，看是平平，走的时候就知道它的斜度。行，鱼行过上寒门去。这边是越来越斜了，但是有刺激挑战，这叫山的守护神，欢迎我们的到来。另外一个惊喜。我们在鲁木庆祝国庆日60岁，马德嘎，德嘎。走了，去另外一个，他们说有另外一个景点，再去另外一个景点看。一模一样，几配合，你看，为他而来。很特别的颜色。
速325米。小黑一直陪着我们上来挤好他。我们的导游。我们最好的导游。上到上面来呢，没有什么景，不过很宽阔一下这边。他走去哪里？哦，这边有一个电塔，有一个电塔，小小的电塔。来这边看看。有路可过，哦，这边可以关一点点景。这边走进去，我来这边可以看一点点的景观。是什么？土土龟，平民小吃木薯糕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光腔，光腔。这个是光腔潮州糕，一头做的，简单温饱就好了。这边有一个休息的桌子，坐坐一下。午餐，三餐野餐，三餐野餐，我们的奖励。休息好了，下山喽！下山喽！再见了，布吉恩姑布树红土坑海刀山，下次再来吧，有机会。走啦。跑掉了。都可以下了，这就是挑战。是另一条山路下山的，三位
我们到山脚了，忽然听到下面有旁边有一个印度庙，应该是在做他们的印度庙会。庙会过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大家好，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点赞 ，subscribe 一下，多一个 subscribe 一下，谢谢，有你们真好。